老何，我还不够吃呢。哎，老头子又这样，从来都不考虑别人。啊，妈，吃鸡腿。别动，在家炸鸡腿不是？还吃鸡腿？老爸真是太过分了，总是欺负妈。都是我的，你一个也别想吃。老头子真是太自私了。妈真香，哎呀！菜来了，哎呀！哎，姑娘没有饭了？妈，这么多菜都不够你吃啊？这些菜我都不愿吃。老爸也太自私了吧！我得想办法帮帮妈。那爸，面条够吃不？说实话，姑娘不够吃。妈，你别吃了，你给爸吃，一天天吃啥呀？够了够了够了。这姑娘，你那都给你爸了，那我吃啥呀？那你等着，我给你拿好吃的去。能有啥好吃的呀？又都在我这。妈真香，哎呀！别动，我先看看。啊，菜叶子，那这你吃吧。姑娘，这菜叶子咋吃啊？啊，那你先放一边，等会儿吃。啊，你这么的吗？然后吃点香蕉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妈真香啊！吸活了，我叫人疼啊！这面条拌上辣椒酱也太香了。我要再给我拿块辣酱。这辣酱真是怎么吃都吃不够，香香辣辣的，越吃越想吃。咋样，老爸？这辣酱好吃吧？哎呀，好吃。家人们，就这个香菇辣酱，我们家已经吃了很久很久了。它里面是由鲜辣椒和鲜香菇制作的，而且还有额外大蒜进行提香啊。像我们家啊，平时就这么拌个面条啊，拌个米饭啊，或者蘸个饺子啊，炸个馒头啊，炒小菜的时候放里面都特别的好吃啊，而且价格是贼划算啊。妈，你先拿来。到手啊是这样的，整整十罐啊，还没完，一共到手是这样的12罐，它只要19.9块啊，真的老划算了啊。东西赶紧的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。妈，老爸吃完了，你吃这个。这菜叶咋吃啊？扒开，你扒开看看。哎呀！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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